greatest power in the world is not governments, not ideologies, not religions. It's people power. We see what's possible that others see as impossible.这十六年来，透过跟 JR 的这个相处，那有哪一些美好的经验跟体验？那 JR 就很像一位经验丰富的船长，那带领我们在这个海上乘风破浪，所以带给我三种感觉。第一个是非常让我感受到的是方向感，那因为跟着公司，不管这个世界怎么变化，跟着 JR 不管这个世界变化多快，我们都能够拥有非常明确的方向感。第二个是安定感，只要我们坐在美安这样的一艘船上，那这个公司的方向带领让我们都会非常非常的安心。第三个是让我们非常的有希望感，因为 JR 曾经说过，就是他对我们能够成功的相信远远大过于我们自己对自己的相信，所以这样子的信念，这样子的能量带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希望。JR 的这个名言非常多，那影响我最深，那甚至在我分享当中最常分享 的一句名言， JR 的名言是 Dream big and think big because you'll never be bigger than your dreams. Dream big， 要让梦想大一点，因为我们这一生做再大都大不过于我们的梦想。那这句话其实对我影响非常的深远，所以怎么样将这个系统能够带到给更多市场、更多国家，我觉得这是我接下来会跟着 JR 的精神一起来帮助更多人。